昨天吴建豪在台北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写真集，写真集嘛，秀一下身材应该是标配吧。是的，那看到好身材呢自然是很过瘾，但是哦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却没有这么大方，因为谈到老婆他就立刻转移话题了。大方的露身材嘛，那老婆有没有给什么意见？没有陪你一起健身吗？没有一起去跑步之类的？下一题直接跳过。今年8月已经与新加坡富豪千金提交结婚申请的吴建豪，虽然已经身为人夫，但是在媒体面前却始终不愿多提及家事，但是一句话就把他自己给暴露了，原来吴建豪也是个妻管严。他做什么我都觉得好，我做什么他都觉得好，应该不是都是这样子吗？对对。